工会占领了钻石之后，又有10000颗了，可以立马再来抽。这次的时装其实蛮值得把它抽到全部都抗爆率，因为不错，抗爆率其实很重要。你们如果有看过那个抗爆65%那个对手的影片就知道，抽个2回好了，希望能够顺利毕业。缺头跟什么？跟饰品，哇，吓死人了！靠腰，没有头、哦，看真是太黑了。再来一次，哦，不错不错，可是只有2.1，好可惜呀、啊，2.1，它还是有高跟低耶，好，又没赚了。等下个礼拜再抽吧。目前这个阶段呢，其实是不太好打，因为一套带走，这是个很大问题。初期的话是不会被一套带走，而现在是会有这个问题。跟原本的这一个呢，技能爆率，嗯。有差啦，这个比较耐打，可是这个伤害比较高一点。我原本的好像比较好。原本的比较好，嗯。第三次抽这一个，荣华富贵。看一下，哇、哦，缺头了，哦，披风，缺头，缺头，靠，没有头，惨了，这没有很好，惨了。